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早晨跟各位啊，在祷告会当中一起勉励的哈、哦，一起灵修的经文就是约翰八章二十九节，这段圣经是耶稣的见证啊，耶稣对门徒们的见证。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。”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、啊、当然耶稣所讲的他与我同在是神与他同在、啊、那么耶稣的可以说在地上的耶稣的人生的目标，那是照做预言中 所做的、啊、所讲的去成行。因为以赛亚书曾经预言过、啊、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，他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意思说预言到弥赛亚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在几百年前先知者预言凡是神所喜悦的事必定在他手中亨通，就是说必定在手中都做得好的，他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情。那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印证。福音书里面曾经也提过、啊啊、两次，大家都记得天开了，一次是耶稣受洗的时候，接受洗礼的时候，耶稣一次是登山变相的时候，那天山开了，那天父在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。我想这经文大家都记得、哦、那么这两段经文当中呢，同时提到、啊、爱跟喜悦是天父对人子耶稣的见证。当时 受洗的时候，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耶稣对众人这样、啊、神对众人印证耶稣说这个是我所爱的，这是我所喜悦的。那我想这两件事情、哦、就成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效法他的时候，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，也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标。这句话当中两个重要的字，一个是爱，爱就是不必付代价，你不必追求神的爱，因为神爱世上所有的人，不管你认识他不认识他，你知道不知道他都爱你。神爱世上所有的人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爱你，甚至你犯罪软弱失败跌倒，神对你的爱也从不会改变，并且也不离不弃的等着你悔改。所以你不要忘记、哦、神爱世间熟悉的人，他都是爱他到底的，不要忘记这句话、哦、所以这个爱是无可怀疑的。不过我们信主 之后，我们才稍微了解明白到神的爱这么奇妙，以前不知道，但不知道并不代表神不爱你啊。所以神的爱我们不需要怀疑，也不需要追求的，因为神就是爱你。第二呢，喜悦就不同了，喜悦需要付代价，讨神的喜悦要付上代价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要照着神所喜欢的旨意来去做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放下自己很多的喜好，因为神的意思跟我的意思很多时候是不一样。因为要讨神喜悦的时候就放下你自己，这需要付代价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神所爱，但不都是每一个人神都喜悦，要包括我们所言呢，所行呢，所做呢，所思想呢，跟如何对待人，处理事，处理金钱啊，是否都光明磊落，公私分明，这些神都会鉴察我们的。所以在这些事情上神是否喜悦呢？所以你想我们是不是需要付代价来去做 一个动作，一个言语，一个行为，如果神不喜悦的我就不能做、啊、世人可以这样做，我不能做。
甚至说传基督徒可以做，传道人不能做，长老执事不能做，是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界限在里面、哦、能不能给人家从我身上能够提到一些指责，所以我要付代价、啊、不是讨自己喜悦，甚至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要讨神的喜悦的时候，你就要付出上当代价。故此我们不必挂心神是否爱我，我该挂心的是我能否讨神的喜悦。因为人先蒙神的喜悦，所做的才蒙神悦纳，人先蒙悦纳，人的工作才蒙悦纳，人的金钱才蒙悦纳。所以神看人比物比事工更加重要、哦、可能很多的事工我们都很满意很好，但是否神都喜悦呢？我这个人必须先蒙神的喜悦，我所做的一切才会被神纪念。我如果不能给神喜悦，就是很努力的工作，很多的奉献金钱，很多的、啊、做很多很多的事工，也不能弥补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不被悦纳。那这样跟外邦的宗教不一样，外邦人的宗教就是说你做得不好，捐多点金钱啊，做多点善事啊，来弥补你的不行。那我们信的神不是这样，他不来这一套、啊、那个人好，我们所做的他容易了，很清楚吧，圣经的一个原则，在创世纪很早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则。他们两亚伯跟该隐的两兄弟的故事记得吗？圣经说耶和华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，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。那两句话很清楚的，人先被看重，他的供物才被悦纳，是人在先，不是供物在先，这是很宝贵、啊、让我们彼此勉励，在祷告中求主对付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我这个人是否先蒙悦纳。否则我很会祷告，很会讲道，很会奉献，很会做很多的事工，但是不能弥补我在神面前不蒙悦纳。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够常听见神对我们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不但对耶稣说，能不能对我们说呢？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的目标。但愿弟兄姐妹，这个也成为我们大家祷告中多多为自己祷告，我、哦、这个人是否常常蒙神的悦纳，所做的是否讨给他能够满足满意、哦、正如耶稣在可西马里园祷告的时候已经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，这是讨神的喜悦。神一定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就要放下自己，求主怜悯我们、啊、我们跌倒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我们都是你所爱的孩子。但愿我们在人生的经验过程当中，信主的这个路程当中，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，能够所转所做标，所能够瞄准神你的心意，是否通得过你的考验，是否通得过你的鉴察，是否通得过你的标准，能够通得过你的悦纳。求主你怜悯，保守我，保守众弟兄姐妹正在地上。你不是单先看我们为你做了什么，先看我们这个人是否讨你的喜悦，让我所做的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。谢谢恩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